个宝贝，你挺能藏啊。就剩一个了，边角料有裂吧？这哪叫边角料？这一个座位我还能坐到5960的大缺口，你还跟我说边角料？那不就剩一个了吗？20000给你拿走，你先吧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哪里看得到我20000呢？你吃了我得了。你看，冰冰叫叫的娇兰底，你看。落了一层灰，能卖就卖吧。那么多边角料呢，你都忘了吧？看你像2000。1800给你整一个，1800你可以让几个门？3800。外边有人找我呀？没人。能好好说，你真要的话。我不要一整块料子，我就要这一个座位就行了。就12800给你整一个。抠抠搜搜，5000吧，行不行？提不了多少了，哎呀，这啥声啊，不好听啊！8800不带心，我弄这一算，我都不会去桌底下翻下来，跪的膝盖直疼。5200了，再加200得了。哎呀，爱你的价得了，手电给我，拿来，谢谢你啊！终于给我粉丝淘到一块好料子，满腔果粒底，焦焦润润，中老肉细，我敢保证，这个桌子起货肯定起涨。走，开价。噔噔噔噔，姐妹们，完美的蜕变，是不是？我说起涨了吧？满圈的果绿底，种水非常的棒，焦焦润润，戴上手特别的清爽干净。希望那个姐们收到货能够满意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打包给她发货，走。